洲际球场挤爆2万名球迷，中华队首战面对巴拿马队，派出先发投手胡志伟，他曾效力圣地亚哥教士小联盟。中华队球员包括主力打者张玉成，和被大联盟官网选出最佳球员的林立，以及其他队友阵容坚强。 巴拿马队来势汹汹，有5名现役大联盟球员压阵，由梅西亚担任先发投手。打者中包括曾和张玉成当队友的贝森库特，还有外野手拉莫斯，整体战力不容小觑。 今年 WBC 共20支队伍参赛，首战迎来巴拿马，3月10号对上意大利，11号则是荷兰，隔天中午和古巴队，中华队得拿下3胜，5抢2拼晋级，前进日本东京。 超大赛事国旗可是球迷特别定制，一面要架近7000块，力挺中华队晋级。人群包围当中，里维拉现身大甲镇蓝宫，被封为 MLB 守护神，来到台湾守护神的地盘，难得的画面让粉丝嗨翻，全场暴动。记者许玉文、黄祥富、王柏英台中采访报道。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。当然，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。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、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